说没有勇气谈恋爱，然后有勇气牵手拉鸡抱当备胎。后来男方包袱款款，人直接跑回台北，台中的吴小姐留。这男人就是不喜欢你啊，但他可以跟你做其他任何事。男生下半身跟上半身都可以啊，谁不行？他就是不爱你，所以他不想给你承诺，但是他身体可以给你，但他想要打炮，所以他才找你打炮啊！不要被人家当成人间飞机杯了，真的。我是教主 Shaky 妈妈 Shaky 看很想过节的锅关同性平均女性要一份超三十要过腰的好。那我们今天中班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拯救晕船的大家。我们昨天收集了非常多大家晕船的各种荒谬做的事，或是他们很困扰的地方。就是我想要请教两位爱情大师。哎，真的啊，我跟你讲、啊，怎样啦？你在船上的日子比在路上还多。对啦，晕船这种事我晕很多啊，每次都晕船啊。远洋一夜的，住了住两三年的那种。对啊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是会收集大家的投稿，然后你们两位有什么指教，或者想要帮他骂晕船，或者想要骂这个晕的人都可以。今天拯救大家上岸的特辑。好。快抓游泳圈呢！曾经对对方说出想要包养他，桃园的叶小姐，这个太扯了。如果叶小姐你是资金很雄厚的话，先考虑包养我们三个。对，先包养我们，先赞助我们，先赞助我们频道。包养这种事有一个前提，你要包养懂得感恩的人。对，他怎么样知道他是不是懂得感恩的人？就是看他有没有常去庙里拜拜啊，什么？所以有感恩的人就可以包养，可以啊。哦，我知道你考他会不会唱感恩的心，好会，好谢。然后如果会唱到中间的就可以，对对对，或是爱的真谛啊，通常会知道这种歌的人都比较懂得感恩。对，没错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感恩的心，是感恩的心，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。爱之不嫉妒。叶、欸、小姐，你们讲三位世界上最感恩的，对，没错，赶快包养我们吧，赶快包养我们吧。要包养他哦，这我也很常讲啊，但我也没有养啊。但我还是觉得不要哎、欸，你可以对对方好一点，但是你就是那个东西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。因为其实这种事情是很主观的啊。因为假设说你们一开始是因为钱的原因在一起，你们也会因为钱的原因分手。对啊。那请问那个郭船长多常说出我要包养你这句话？大概讲过26次。好，下一个坐布朗尼去恳亲，结果过几天对方人间蒸发，暗恋。那为什么坐布朗尼去恳亲啊？就是他可能在当兵嘛，坐甜点去。这我觉得就是你的不对啦。为什么不好吃？坐布朗尼很干啊，你要坐布朗尼就要加一点，你知道什么？什么？什么啦？你当兵的时候，如果有人给你布朗尼，可是如果是好吃的话，然后又帮我配上一瓶就是白兰地，对，或者是那种牛奶，然后那种奶酒，耶！所以重点是太干了，对，重点是太干了。你这太干了，如果做熔岩巧克力蛋糕还说得过去，或者是你就提拉米苏也可以啊，对，就比较湿润。所以这个晕船的人要怎么样？他应该做那种大家可以一起分享，对，披萨啊什么，大家可以定湿一点的，对，烧麦，对。有人传任何包含爱心的贴图，都会自动脑补说耶、yeah, 要结婚了。那你们觉得爱心贴图这个该晕吗？不该啊，这没有任何的意义啊。我觉得还好哎，我是自己知道没有，但看着还是会爽。他也看到两点，然后一个这样删的，他就是你长发的那个删，他都会觉得哈。他传那个嘴哎、欸，应该有吧？他是贴图认真模了。哇！因为我自己是不会传那种贴图的，一点都不会，一点连红色。你不会传那个沙莉这样爱心摇屁股、Never, 吐吐这样，除非自己好朋友。可是那种就是亲的贴图呢，或者什么的，我都不会。不能乱传，你对贴图是很谨慎的。我很谨慎，你讲话那么随便，然后贴图那么谨慎。那如果别人传爱心沙莉的，你会晕？就看是谁吧。自己觉得有暧昧，但他又传了一个爱心贴图，你就会脑补会。会觉得要结婚了，一定的啊！哇，你结婚你传这给人家干嘛、啊？哇塞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而且我觉得传爱心贴图，我是会传爱心的，可是我不会传亲，亲的是除非是真的是我男朋友，我可能才会传亲，或者是好朋友。可是如果是飞吻呢？飞吻我也不太会传、欸。那你要给这位朋友什么建议？那你就准备一下聘金吧。你说自己先准备好，就你要有一个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方案嘛，对不对 ？Just in case。这样子我帮他拉起来，就是把他再推到船上。可你不一定要用啊，万一他可能对方觉得说，
说哦，其实我们要跟你结婚，你就先把这笔钱存起来，等到下一个再传给爱心贴图，又是要跟你结婚的，你就把笔钱搭出来用，晕船投资法。我跟你讲啊，常晕船哦，十年之后你再晕下去，你就哇，你就造船了，你就自己造了一艘船呀、啊。对，看到越晕越穷，没看到越晕越有钱的，好不好？有人说朋友晕船被据点五次以上依然不下船，现在依然一直在重复，下半年一定追到。哎、欸，你很可怜，你这样很小。哦，对，是的，是，可是一定追到，真的还蛮励志的。我在笑他们的励志的一个很积极、很阳光的一个态度。那船长给这个朋友一个建议，下半年追不追得到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朋友啊，郭某啊，每次啊，就是我那些恋爱成功的朋友，他们的字典里面你找不到被据点就放弃这六个字，好多，你去翻他们字典找不到这六个字，知道吗？你是觉得这个是、OK、不放弃？你喜欢人家死缠烂打，他不理你就跟踪他。那停损点是几年？看你自己本身的承受度啊。如果你可以承受，那你就一直暗恋他，默默喜欢他，直到你下一个喜欢的人出现，反正你也没事啊。可能是要叫他们下船，你今天有要叫他们下船，不用。好啊，下船。你要讲什么？我觉得真的太累，就下船，不然你就是吃的健康，活得久，喜欢的久，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如果他都已经打向他那么多次了，五次，对啊，就是下船吧，不一定要非这个人不可啊。可万一他就是真爱的，咬牙。可我觉得你可以先试看看，就爱爱看别人，找找看别人。哦，对啊，对，先去看看外面的鱼。但我认识的郭某真的是没有在放弃，可是他会换个玩法。对对 对, 对，要去改变策略啦，每一年都要一直进步。对，对，你要时时增进自己的知识，你不能总是通同一招。你现在用的那一招在十年前可以 work， 可能现在就不 work 了。这就换个方式可以继续爱，要与时并进啊。外宿睡觉说可以抱着他，但事后说我们没有暧昧关系，而且不可能。但是我已经载他上下学两年了。男生说女生，对。那你就不爱，你就是工具人啊，就是司机、哦，你就是 Uber 司机。你要么就乖乖的闭嘴当司机，觉得要么就是离开、啊，没有别人。司机转正吗？不可能。司机跟小姐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所以说，就是如果你要付出欢喜做甘愿受，对对啊。如果你真的不要，你就不要走啊，就不要理他。对啊，真的真的。所以外宿睡觉说可以抱着，这也不算可以证明就是他有喜欢没有？因为可能是女生觉得好、啊，那我也给你一点回报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有一点，我要想跟他在一起的喜欢，但是可以付出一点点。对，但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蛮不公平，也蛮现实，不觉得吗？因为男女之间就是很难有纯友谊，然后男生如果对你好，他就一定是要追你，可是你可能只是想要有一个好朋友，可是他一旦不追你，他可能就不对你好，这种就很可惜，对、啊，等于失去了一个朋友。对啊。如果你一直追一个人，然后他没有给你回报的话，你还会继续跟他当朋友吗？不会啊，看你直接封锁啊！干嘛？你还不是一样啊？下家门口大便啊！屁啊！不会啊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出国之后还慢慢改观。对啊，哦，蛮后面的。一个月前的事情，就是你的付出，你要心里有设定，说不一定会有回报，不要去到时候没有东西，然后你又觉得很不公平。对，但都是你的选择。嗯，下一个是抱了、亲了、拉了、睡同一张床了，不晕不行，但对方已经有对象。这种就是赶快醒来吧，我觉得。嗯，因为这种人他不可能转身，很难啊。就算有对象，然后他要跟你的隔，他一定觉得你没有他对象好，不然他干嘛不把你就是扶正？嗯，而且他就算把你扶正，他也会再找其他的对象，会发生一样的事情，会重演。对啊，真的不要。下一个是跟对方告白，对方说希望你能做自己，我就说我有做自己啊。对方说我不喜欢全部的你，那这个男生就不要了。这个不管是谁，就是都不要，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，你干嘛活得那么累？你干嘛去讨好一个人？你要说这些恋爱东西都是要以自己为出发点，就是你要先感受一下你自己的感受。那如果你只是因为变成他喜欢的样子，然后去附和别人，去讨好别人的话，那有一天你会觉得自己活得很累，而且你会觉得这段感情很不值。对啊，真的，其实一直装成别人很累。对啊，对啊，找一个那个就是懂你的人就好了。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能够接受真正的你的人的。要去国外找。又来了。晕船的时候觉得对方讲话都好好笑，好有梗；下船后觉得，干真他妈烂梗王。真的，醒哎，会突然醒哎。我觉得晕船就是醒来之后，你就真的觉得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你在喜欢他什么。对啊，真的就是鬼遮眼的那种。那个时候当下你真的不知道你在晕什么。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对方的形象跟我理想完全不一样的话，我之所以会晕船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缺伴，那段时间刚好那个时机，对对对，然后想要找一个伴
刚好那个对方就很合乎时宜的就出现了。我好像只有一次晕欸，就是高中的时候，但我觉得那是因为第一次喜欢别人，然后就是突然发现，因为他对方就是一直跟我联络，就变成习惯，就是有点成瘾之后，然后对方就好像没有跟我那么热络，然后突然觉得他我是不是很喜欢他，这样就是真的会在意他到不行，然后心情就是这样，就是看对方心对你怎么样。但是后来醒来那天，你也不用封锁他，也不用特别不去看他的东西，但你看到这个人完全就无感，真的就会无感，因为那个人是之前很常放我鸟，然后每次被放都会超难过，就难过很久。可是最后一次，我真的就突然觉得我干嘛，我就没差，就是突然就真的觉得无所谓。对。然后他那一次又跟我说他已经不难的时候，我说哦好好好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不用出门，我自己也懒得跟他出门。对。从那次之后，我也没有再找他，就是真的就算对吧？真的真的太常放了啦，太常放在穿约啊，超奇怪的。欢迎收看 VS Media， 我是戴斯老苏，我是风狗编。周一至周五每天中午12点，小编造口业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，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，拜拜。有人说没见过面，从2021晕到现在，天哪，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，就是线上聊的。张公我跟智秀，我跟你讲这个，我跟你讲差好多，这个晕，因为你会有憧憬，你喜欢的是你想象出来的样子，但实际出来的样子可能就是。你可能就会瞬间，你说不定也不真的。那这种要怎么行？这种要怎么行？那就约出来见面看看啊。那如果还不能见到嘞？为什么不能见？在国外，在国外，远距离，远距离，不要谈远距离，远距离很难的。远距离不要谈了。怎么了？双标什么？为什么要哽咽啊？远距离，它不是一般人能谈的感情啊，尤其在这个疫情的那个情况下，就是能不要能不要就不要，能避就避、啊。可你们刚刚推荐说要谈去国外谈，懂吗？等疫情过后。对对，疫情过后的，疫情过后。去国外谈的。说没有勇气谈恋爱，然后有勇气牵手拉鸡抱当备胎。后来男方包袱款款，人直接跑回台北，台中的吴小姐留。真的，人家就是不喜欢你啊，但他可以跟你做其他任何事。男生下半身跟上半身都可以啊，谁不行？他就是不爱你，所以他不想给你承诺，但是他身体可以给你，但他想要打炮，所以他才找你打炮啊。不要被人家当成人间飞机杯了，真的。我觉得那种都骗人的，什么我现在还没有打算要交往，对啊，我现在只想要专心在什么什么，就没有哎。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是。好，你要拼事业可以啊，我在你旁边，我也不会吵，我不会惹你。对，我有这个，我有自己的工作、啊。对啊，我们有自己的人生，又不会烦到你。对啊，真的。他们讲完一两个月，就会遇到他喜欢，就会。对，如果你想要这个游戏规则里面，你还想继续跟他玩的话，那你就知道你的角色是，只是你们就是纯炮友。如果你能接受，那当然就是你们就是一样啊。如果你不能接受，那你就。当机立断，那就走人了。但我在这边鼓励大家，一开始就先讲清楚，就也不要觉得说怕女生受伤。对，我也觉得要讲清楚。你看，这样你是渣，可是这样你是诚实的渣，渣有道。对，渣有道。你既然只想要打炮，你就去找一些只想要打炮的人啊。对啊。为什么一定要去欺骗人家的感情？对啊，真的，诚实很重要。对，我也觉得讲清楚就好。就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啦。大家都有炮友吧？已经不一样了。谁啊？比较谁啊？我也没有。大家都有炮友啊。大家都有炮友。告白了100遍，我就是学不会放弃。那你还是要学一下，对，你还是要学一下吧。100遍真的有点太多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有的时候你只是一个对自己的执着啊。对啊，你输了这件事，好像是输了什么坚持、啊。对，但有些事情就是放弃也是一种艺术。你可能就会觉得，反正我都告白99次，再告白个第100次也没差。就你都已经告白了那么多次，可是你都失败，你要去找原因。对，不是是跟人家说你喜欢他，是， 的是人家到底为什么我不喜欢你，你要知道原因。才能再告白，你要一直改变方法，改变游戏规则，对，耶、yeah, ，要变通啦、啊！突然晕了7年好友，但是半路杀出一个他刚失恋的前男友想复合，然后他说我们这辈子不可能，好心痛、啊。你是不是想到百合剧情了？对啊，蛮像百合剧情。那男生真的就是只能放弃了。突然晕那种超久的很好朋友，那种很尴尬、欸，超尴尬的。对啊，真的。因为跟人家那种可能爸妈都很熟，可是我觉得这些只能先暂时回避、欸。对啊，就是自己的感受还是最主要的啊。如果你真的那么不舒服的话，那就先不要相处。你自己对他比较好，或者你喜欢你有别的人了，你再回来跟他当朋友。所以你们之后还可以调侃这件事。嗯，对、啊。你也喜欢过我，对、啊，10年后可能可以拿开玩笑之类的。那我觉得就先暂时。方大同的歌《4人游》，啊，如果被劈腿就听《3人游》。方大同。
有一天可能会出到16。你都有一些不同的玩法。对对对，好多好心看。对炮友晕船，而且他有女友，但他常会跟我讲一些暧昧的话，让我有期待。之所以叫炮友，就是因为一定是从好感你才会晋升为炮友。那朋友以上，但是在一起未满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中间，对，就变炮友。对，这种话就是听听就好了。对啊，听听就好。因为他不可能一直在跟你讲一些很现实的话。对啊，对啊。一开始可以讲清楚，然后中间还是可以讲一些甜言蜜语什么的。对对啊，还是有那种恋爱的感觉，不然你就不会变炮友了。因为他也会怕你跑掉。对啊，真的。炮友可以想干就干。对啊，他当然就是会一直讲话来留住你。真的，真的就是看你的选择。对，如果你也想要找一个炮友，你们就可以一起这样玩。那如果你不行。玩不起就不要玩，真的玩不起就不要玩哦，输不起就不要输。什么意思？有人说问晕船对象要不要来家里喝酒，对方根本就还没有回答，我就已经把枕头跟床全部清干净，要等他来躺了。哇，内力的叶先生还蛮有诚意的，对啊，这还不错，然后本来干净，你自己睡得也开心。对啊，然后这个还好，爱打扫真的，一个人睡也可以。对啊，交往的第二个礼拜就跟我说他想要 be alone， 最好是一辈子都给我 be alone。对啊 ，be alone， 应该说他没喜欢。对啊，就可能后来那么喜欢，后来就觉得很不适合，就是以试试的心态跟你交往，就到最后本来是没办法过那个关卡。晕船就是两个人的那个喜欢程度追不上，就是对方应该也对你有好感，可是你已经到这么多，对，然后对方还在这里，然后对方就会吓到。如果你这时候表现出来，对方可能就觉得啊，真的，你已经到这么喜欢了，就会有点吓到。对。曾经为了只是朋友的对象晕船，每餐都吃嫩豆腐，存钱买鞋子给他，结果后来回说，可是我鞋已经很多了耶。我比较好奇他吃嫩豆腐是哪一种，是很贵的那一家吗？但是我不是也有蛮好的，还是只是中华那种12块的那种？可能是中华那种。豆腐是蛮好用来就是存钱的啦，因为一个12块，然后又很多蛋白质，对啊，而且还会瘦，就选择这个是健康的，是而且又会瘦不会胖。反正对，他就送鞋子很多给对方，然后对方说他鞋子已经很多了，但是不喜欢他了。而且你一个人喜欢你送他什么东西，干嘛很开心？就算送他一坨大便好，他晚上直接当咖喱拿去搅饭。对呀，讲一个难听一点的啦，可是真的就这样啊，不难听啦，就刚刚咖喱饭讲完了，对对对，是蛮恶心的。觉得对方说的话都是对的，还开始怀疑身边本来的好朋友。我真的自己觉得我是四在哈喽。是在哈喽，这蛮纠结的一句话，对，还有年龄陷阱，抓，我觉得你的那个对象也有问题耶，有些对象不是就是会用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去灌输别人，说哦，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就没有人会爱你，就没有人认同你，他会去让你怀疑身边的，对，让你开始怀疑你自己，那个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爱，所以就不需要怀疑身边的朋友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不需要。身边的朋友跟你相处的时间，跟你对暧昧对象相处的时间比起来，哪一个时间比较长？哪个比较久啦？哪个比较久？久啊，谁一直都在你身边的？对啊，搞清楚啊！你失恋谁陪你哭的啦？对，谁陪你长大的啊？都忘记了，都忘记，人不能忘本啊，饮水要思源啊，所以不能重色轻友，不能。不可以，就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讲的话呢，然后去否定全部。对，我也觉得伤人。对啊，真的。接下来我们是要教大家，就是我会有一些晕船情境，然后我们请两位就是教大家要怎么避免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都没有跟他们讲，对，他们没有跟我们讲。晕船的，全部给我上岸！先要来教大家晕船的各种情境要如何应付，没错，不要说我们前面都在乱聊，对，我们现在真的用情境，对，实际的模拟给大家看。好，哎，姑姑可以帮我买早餐吗？你昨天帮我买的蛋饼很好吃哎。这时候就要教大家我们之前教的变化式，看45度角，因为眼神接触你就很难拒绝。你的晕船就是会让他伤你的心，所以我们要加一个我不要再让你伤我的心。你说这样对我比的吗？对，再展示。不过可以放回早餐吗？你真的蛋饼很好吃、哦。我不要再让你伤我的心。不伤心买蛋饼可以吗？我不要再让你伤我的心。你说每一句都这样回？对对对，我心脏在左边，大家不要比错，不要比右边。会怎样？就会还是会答应？就这边比错的话，突然好，等下再来，所以记得一定要比在左边。我不要，眼神不能看，因为眼神只要互看6秒就会喜欢了。加油，交给大家。哔哔，我的48个工具人今天都没空，可不可以早上去？你知道最近流行一首歌是什么吗？哦，我知道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是感恩的心，
感谢有你。我不会唱、欸，这个就是你缺少的东西，所以我不要。哦、你有一天会唱，我再考虑载你。你可不可以帮我买早餐？我不行哎、欸，我今天很忙，而且。的心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爱是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只好用播的这个方式。我不要，再让你伤我的心。所以你这个月你要送我的生日礼物就只是随便一个GUCCI那是我挑很久的。你知道别人送我什么吗？ Chanel 十万多多的包，可是跟迪奥那种七八万的包。你送我这个包我真的带不出去哎、欸！我搞什么东西我真的带不出去、欸、送包子算了。我们的关系应该跟别人不一样吧。我们的关系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啊，因为你就不配我啊，在说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我们就差不多这样子，你当我司机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妹妹，这边停下来。好好，这边呢，大家会伤心，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脑中在播的歌的问题。你这时候脑中就是播一些很难过，他如果走了，你就会在雨里，然后就会播一些什么？下雨天了怎么办？那就撑伞。就是会很难过，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悲伤的女主角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把背景音乐换一下，如果换成。我开山大呀，就会很开心。这个就推荐给大家，好棒啊！这有效哎，我觉得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们之后可以来录一些那个闹铃给大家，就放在耳朵里面。好好好。对，今天推荐给大家有三招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招是我不要再让你伤我的心，大概要这比左边。好，我呢就是要唱感恩的心跟或者是爱的真谛，还有很多歌啦，但我们还要一一去找，对，要把感恩的歌单找出来，对对对，感恩歌单，懂得感恩，懂得珍惜，对。第三个就是你要无线耳机改变环境，对对，这招真的很要放一些搞笑的歌或者很好很白痴的歌，然后对方在做一些撩你的动作或者讲一些撩你的话，你全部都在想这首歌，没错没错，然后你都在播，你就会笑出来。对，以上三招实用教学教给大家，大家都不会再晕，大家上岸吧。上岸吧，欢迎大家使用我们教的今天的招式，没错，保证有用，真的是实用。好，那今天到这边，欢迎留言。如果你还有什么荒谬的晕船事迹，可以再跟我们讲。拜拜。现在只要下载哈咪 Video App 以及订阅 Kate 网红馆，就可以抢先14天看到我们的最新影片哦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